厌倦了喧嚣的生活，回到太行山里，小时候居住的家。山里的家都是纯石头盖起来，比较结实，门口长满了灌木丛和杂草。快20年没有居住了，不过修缮修缮还能住。再把路扫一下。过道清扫干净。院子也打扫了，
上房清理两棵树。对了，去看一下，家里有没有电。原来是没接电表，接上电表核查。70多名的，目前没有反应。90多米了，还是没有。去村里找一位会看的奶奶，给看完以后，说在她10几米就出水。嘱咐说出水后记得去换药。再打10几米看看情况。106米了。应该快有水了。嚯，来了！终于井喷了。拿了120。辛苦师傅，明天清理一趟，把水管拉到路边。
和尚水泵的闸。开始清理道路，方便村民们通行。打雷了，要下雨了，天助我也，准备收工。开始继续清理吧。接上水，试试水道通了。把水管接头接上。效果还不错，水道通了，能排水。运走水道里的杂物，
我大概冲洗一下，把门窗关上，准备冲洗门窗和墙面。 桌子到了，吓一跳。院子也冲洗一遍。 把桌子也擦一下，是枕头用。好久不用了，得好好擦一下。 开始晾晒了，一床一床的晒上去。 各式各样的被子，晒好被子后，开始研究电线接空开。先这样，再那样，再这样，然后再那样。 脑子里的接线流程想一遍，这么接应该不会错吧？左边接左边，右边接右边，只要进合处接对了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嗯，对，就这样接，然后是这样。 再后来是那样，再捋一遍，这样接应该没问题。装上金属板排列好，把接头拧紧了，去把电表总闸关掉，断了电放心些。 不然带电作业心里慌。OK， 就是它。回来后感觉变天了，把被子收了。边收边有一点滴答小雨。
开始把空开金属板钉在这，钉着总感觉这老木梯要坏，毕竟太长时间不用了，木梯上的铁钉也吃不上劲。各位别眨眼啊，担心什么来什么，下去吧。折了两梯，幸亏不高，就一米左右，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大腿内侧隐隐作痛。 踩上桌子，继续干活。把金属板两边都用钢钉固定好。水泥墙还挺硬，钉了好一会才钉进去。固定好金属板后，开始接电线。先把主线接进去。主线比较粗。 得把它拧成合适粗度，才能接进空开里面。接好主线后，分别接各个缝隙，先接入房间里和院灯的缝隙，然后再接入水泵的缝隙。 再接入过道插线板的缝隙，最后把水泵的空开单独接地一点，方便开关水泵抽水。最后一步接入水泵的两根线。OK， 完工。 去电表合掌。
他估计是睡不了了，拆了吧。家具清理干净了，准备打扫。铲啊铲，铲掉起皮的墙皮。这个环节特别解压。铲完的墙皮清扫了，接下来开始拖地。得多拖几遍才干净。把房顶上的老蓄水池拆掉，门口的瓷砖现在看已经过时了，赶紧拆掉吧。
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准备压路面。每一个地方压一压，再夯一夯，为后续硬化做准备。另一面的小门同步，用砖砌上。这面墙垒好了，准备清理凿墙的垃圾。皮锤砸结实。把其余垃圾运走，里面的推出来清理干净。开始贴墙砖了，OK， 看一下成果。
这个小屋是洗手池，安了两个水龙头方便洗。另外两个屋，一个屋是厨房，另一个屋是卫生间。OK， 看一下整体铺完效果。院砖通铺完成，效果很不错。接下来把栅栏也安装上，开始卸货，准备安装。